四位男明星撩起刘海，黄子韬高冷，胡歌成熟，最后一位是来搞笑的，一种发型，一种气质。而说到男明星撩起刘海，首先就是张艺兴，当他留着刘海的时候，感觉他就像小绵羊一样温柔，但是当他把刘海梳起来的时候，依然是帅气的型男，而且感觉他撩起刘海的样子更霸气。其次是黄子韬，说到喜欢他的人喜欢的他不行不行的，而说到讨厌他的人，一天不吐槽就感觉浑身难受，而他梳着刘海和把刘海撩起来完全是两个气质，气场完全不同。特别是他把刘海撩起来的时候，高冷范儿十足，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才的人，长相帅气，又是富二代，相信很多人看到他都是有刘海的形象，但是当他把刘海梳起来的时候，真的感觉他像是来搞笑的。